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揭幕！恭喜舟山二线正式入驻北京鼓山欢乐天堂！怎么样，舟山，喜不喜欢？哇，好像哦，我就是会原来别人看我没有笑的感觉。对，我想到有话筒了。而且这个衣服是真的是我的那一套衣服，我真的就是那一套演唱会的，就是在唱歌的时候扣起来有点被风松了的，就是那一套啊。哦，原来你们看我穿的衣服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岳总，所以也请您回。